己家有一只是妈妈生养的。天哪！就他的手被咬掉了。哪个肩膀哪个鼻心，哪个鼻心，哎，把那个头都变红了，他那个头皮发苍蝇。小酒先喝完。青瓷是最慢，每一次都是。奶爸爸的对着我们，哎，好，营业，营业，爸爸呢？他又来了，在拽，人家坐沙发呢，不愿意。小酒的。哎，青瓷，你看青瓷的皮大衣，哇！哎，奶爸弄得好。这年头的是谁？玩具出来了，玩具出来了，小猪也出来了。这个玩具呢？看看你们的玩具。哎呀，这个。不敢多，是吗？不敢多，你看奶看的多了，真可爱。